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其实，在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，吼，为你透早起床开始，敢那迄个起歌啦，透早起床开始，其实你就接受到足济化学的添加物，以及包括毒素。我们吼会发现到说，啊，这项有毒吼，啊，我都减价挂。不过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项嘛有毒，彼项嘛有毒，啊，彼项嘛有毒。吼，敢那规工都来吼，你所吸收的这些化学添加物或者是防腐剂，其实就让你的肝脏真的受不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现代人，你说我没病没痛，我要用心，我要用怎样心，其实为两个地方去做。第一，整身躯的气血循环，只要你整身躯的气血循环是好的，这就是你养生的第一步骤。但是哦，还有第二步骤，就是因为咱即马现代人为透早起床目睭白金，咱就开始接受到这化学的添加物，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啥？排毒，请你要排毒，一定要排毒，要不然你的肝脏受不了。当伊受不了的时候啊，这个时阵你开始生头发尾，很多的细胞会跟着发炎。那发炎的细胞，伊本身就伫发炎嘛，佮刷落去哦，伊会去攻击到你好的细胞。哇，那这个细胞它就开始产生恶化跟病变，病变了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？我相信在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可可蜜姜黄素。你敢知道姜黄粉跟姜黄素它是两项分别不一样的东西？今天这个姜黄它经过了一年生，都差不多在过年那棵打仔会来采收。它砍收了后，一公斤的姜黄粉根本不到 0.4 公克的姜黄素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一公斤刚好一千公克的姜黄粉啊，里面不到 0.4 公克的可可蜜姜黄素。但是偏偏我们要爱的是什么？姜黄素。那么爱是这个可可蜜姜黄素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伊不但会当帮助你有效来排毒掉你侵占的毒素，它还是可以吼，你倒位红红啊、痒痒、痒痒、痛痛，它都叫做发炎，它都叫做你的细胞在发炎，伊都有法度真有效来帮助到你吼，将这发炎的细胞帮它抚平、镇定，然后恢复，好。所以姜黄素它有相当好安尼一个效果，所以讲呢，孕妇嘛，常常鼓励咱真济朋友吼，那不管你家己本身是有哪个地方红肿胀痛啊，包括哦，你都明知知影我即马当当咧发炎哦，哪咧发炎，你无甲消炎，无甲镇定，那么所有的空嘴拢是好不了的。所以可可蜜姜黄素是好东西，阿姆哥啊。它实在是姜黄粉里面微乎其微的一个有效成分，嘛是特别鼓励咱所有的朋友爱会晓糖酸滴，爱会晓糖啊买药滴，谢谢你。